62岁的五里碧花住在云林县南边的园长乡，因为农事繁忙，很难找到时间做例行的健康检查。我做产了，做产的，他没有。加了，加了，加了。云林县口湖乡的农妇林月娥，没有受过教育，也不识字，最害怕独自上医院看病。就爱去病院，唔知要对一栋对一栋，无当找啊，咱就乜哩啊，艰苦啊。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把医疗设备搬出诊疗室，组装了一台大爱行动医疗车，穿梭在云家各个乡镇。医院才去打造这个车子，能够让医院医师啊，跟在社区的不同人的协调之下，把这样健康服务的需求能够送到更偏远、更需要的地方去。守护云家民众健康的医疗团队，要如何运用大爱行动医疗车，结合社区公卫的力量，改变乡民们拒绝健康检查的观念？又用什么样的方法让病患愿意面对疾病，能够尽早接受治疗？检查车子的各项功能，大林慈济医院社区医疗部副主任陈君博每次外出网诊前都会进行这些例行的工作。这台大爱行动医疗车里面包含了妇科检查台、乳房摄影、心电图及超音波等设备。每个星期有2到3天，陈君博会开着它，把医疗设备直接带到偏乡社区，帮乡亲们做健康检查。因为毕竟在嘉义这个地方幅员那么广哦，那乡亲真的能够接受到，不管是卫教的知识也好，或是说一些预防保健的一些服务也好，都相对都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应该可以把我们的能够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可以推展到社区里面去。来，一位提问好，来建平。我们去大学就读公共卫生系的陈君博，学生时代曾经在原住民部落推广预防医学，因此他希望能够在医疗缺乏的乡镇发挥所学，帮助偏乡居民建立正确的健康概念。那觉得跟自己的志向其实还蛮符合的啦，因为对于说一些可以到社区，然后去多看看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境啊，不一样的人啊，那其实是多有点蛮喜欢，就是说开拓一些视野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子。感恩。走进大林慈济医院，本身是家庭医学专科医师的林明南副院长，除了固定看诊外，每周二下午都会亲自主持院内心联病房个案讨论会。剩不了几天，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儿子的情绪困扰一定会是个预期性影响。除了例行的医疗会议之外，林明南还肩负社区医疗部主任工作。会议结束后，他赶往停车场与陈君博会合，准备傍晚的偏乡网诊。虽然身为副院长，林明南还是一样主动的协助医疗车行前的准备工作。2003年，大林慈院就在前院长林俊龙医师的带领下，打造了第一台子宫颈抹片检查车，之后配合嘉义、云林卫生机构推动社区复合式筛检。之前其实哈，因为在云家地区哈，那医疗资源不是很丰富，尤其在偏远地区啊，他们那些所需要的，比如筛检啊，或是一些服务哈，它事实上是量不够。那民众也对这方比较没有那么重视，所以医院当初他就打造了一个车子。那这次车子里面呢，他就可以直接开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哈，然后给他做服务。稍微固定好哈，车子在开油会震动。好，
出发，晚上出发。今天去园长。今天去园长。科园长科错村。OK， 好。傍晚的园长乡出诊，车子、器材一切准备就绪。大爱行动医疗车与团队带着乡民们的期待，发车起航。医院的医疗车要来，园长乡卫生所同仁从下午开始就拿着村民的名册进行最后一次的电话通知。哎，阿卡妈妈的手机啊，你敢知？你好。喂，你好。哎，喂，做啥的啊？园长乡位于云林县的南边，与嘉义县交界处，户口涉及约27000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云林县第二位，但是医疗资源缺乏，尤其在人口老化最需要的长期照顾上。各位客家村的村民，大家好，园长为新送报告。伫咧即卖开始，第一个点，伫咧咱客家厝活动中心。时间伫咧下晡5:30到7:00，伫咧咱客家厝活动中心。医疗车一抵达，卫生所郭主任与同仁已到现场，一起准备看诊的各项细节。好了，阿姨，好，我来检查。居民对于定期健康检查的观念尚未建立，卫生所的人员光是电话通知还不够，必须得挨家挨户亲自鼓励乡民们来做检查。啊，你今天做健康检查了吗？我们那边包含区域那边的，去就可以查。真的，我们欠缺就是需要你们这种。乡下这个地方民众的那种意识形态不是很 OK， 他们会觉得说没病。再去预防性的检查，他们会怕，其实他们会怕是检查出来有状况，那种惊的死啊，每个去看，所以他们很抗拒。可是后来慢慢，我们是用卫教的方式去跟他宣导，就是说预防。阿姨来先做的防身检查，最后再来做某件。对，阿姨对我考虑来做预防检查。今天的健检包括妇女子宫颈抹片、口腔癌筛检以及基本的健康检查项目，这也是大爱行动医疗车计划中第一阶段的复合式项目。主要就是针对妇女的子宫颈抹片跟乳房摄影检查，那进行服务。那我们每一年都会跟卫生所，那因为是希望说借由我们医疗车，那直接到他们村子里面去做检查。收到报告，赶紧联系一下卫生所。他每年还是都要检查，每一年要检查一次的。好，谢谢。所以比较方便呐、啊，较方便呐、啊，因为针卡所在吼，咱若要过去病院，是不是要过一个路程遐远？你若有车人是真方便，无车人足麻烦，得爱过坐车，啊坐车时间来去得足久长的呀。考虑民风保守的乡下，妇女接受子宫颈抹片与乳房摄影的意愿不高，因此大林慈院特别安排女医师为乡民做筛检。我们都是女医师，你如果是男医生很抗拒，男的医生真的要叫他们出来做筛检是很困难，他们是非常的保守，尤其是一些丧偶的妇女，他们会觉得说我先生已经走掉了，然后我也没有跟先生在一起了，其实癌症部分他们是不做的。前来接受复诊追踪的吴李碧花，2015年5月参加社区举办的筛检活动，竟然发现罹患了乳癌初期，还好发现得早，在大林慈济医院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医生跟我说头一次是跟我说钙化，啊，说要开刀吼，
做才知影好阿伯，开刀了一礼拜再过去看，他说是因为癌。62岁的吴李碧花，小孩都在台北工作，只留下他与先生住在乡下，栽种花生。除了农忙没有时间，最主要的还是没有健康筛检观念。帮助很大，因为如果没有医疗车，我们这很少出去自己去看，因为去要排很久，排足久的，医疗车比较快。阿姨很勇敢，也很正向，她就马上就是到慈济去做治疗。过程中还好，她还蛮正向，我们也去看过她，也给她精神鼓励。乳癌、肝癌及肺癌是云嘉地区三大主要癌症，死亡率较高，因此行动医疗车直接定点服务，配合乡里卫生所的积极宣导，筛检出不少像吴李碧花这样的癌症初期个案。我想做这样的工作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像我们这样去年在健康筛检这个部分，我们帮30000多名的民众做健康检查，那就发现了大概有90几位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初期癌症的一个个案。你发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初期的个案，其实就拯救了一个家庭。咱今天安排查某医生做那个子宫膜片检查，好不好？这种社区型的复合式筛检，大爱行动医疗车在云嘉地区一年约有120场，每个乡镇一年都会举办一次。随着天色逐渐昏暗，近3个小时下来，总共完成了60人次，包含子宫颈抹片、口腔黏膜、粪便潜血及乳房摄影等检查。这次的筛检算是小有成果。10:10，社区医疗部的同仁继续前往嘉义县阿里山乡，都是为我们阿里山乡民的福利在发声哈。那写这个应该派了，应该有4位的哈，5-6位的，然后还有15位的卫教咨询师哈。解释哇，往后我们呢生活要注意些什么细节哈？今天的任务是复合式筛检计划的2阶段，将第一阶段的检查报告结果亲自送给乡民，并且由医师来替他们讲解。从大林慈济医院到阿里山，大概要1.5小时的车程。阿里山乡42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幅员，人口近5000多人，地广人稀，诊所经营不易。如果要做检查或者是治疗，往往必须花费1个小时以上的车程到山下。8个乡镇，配合卫生局做这个复合式筛检也大概10几年，然后15年，我们林明南副院长担任这次阿里山乡第二阶段发报告的主责医师，负责健检报告、解释与卫教。检查数值异常的民众，医师会提供客制化的卫教咨询，让乡民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同时给予生活饮食的改善建议。那饮食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医生也是说少油，尽量少吃肉啊，肉类四类，不是只有肉类，4大类食物少吃。第一个是蛋黄，第二个是动物的内脏，动物内脏已经没有吃，没有吃了。62岁的罗达辉报告中胆固醇明显偏高，林明南根据超标的数值仔细的询问罗达辉的病史以及饮食习惯。尽量不要吃就是动物的内脏之类的啦，还是太油的，太油，瘦肉还可以少洗啊。因为这看起来很明显，这肾脏比较大。对，这个蛮大的。它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在积水了？不知道，搞不好有了。对，而且有结石。有结石，里面有结石。
57岁的方嘉欣，报告显示有肾结石的迹象。林明南解释病情外，也透过超音波检查为方先生再次确认。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经过医师的说明，虽然是有一些状况的，但是至少你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更多一点的多一层了解，这样子。发送与解释筛检报告，能够让乡亲在健康出现有异常状况时，就给予正确的预防保健或是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支出，乡亲的健康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守护。因为其他县市可能就只有第一阶段检查完，他们就寄报告结果，那我们第二阶段有亲自又发报告，那我们第二阶段还有更进一步的及时的一个检查诊断。大爱行动医疗车从2003年开始，每个月轮流到云林嘉义的25个乡镇办理社区筛检的医疗服务。十多年来，超过500场的送医疗到村里复合式筛检服务，有近9万名乡亲受惠，发现4000多例癌前病变以及各种癌症200多人。这些老人人生病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坐车到他多去的大病院来，入去大病院，伊嘛唔知要安怎行，会碰见去。啊，所以咱的行动医疗车等于是把机器搬到车上去，帮他做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复合式筛检。然后一个月后，我们告诉他，初步筛检的结果需要做追踪治疗的，我们会告诉他，你必须要到医院再做深入的检查，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哈。他是有乙肝，有吼，正常做嘛是拢有安尼吼。大林慈济医院的行动医疗车将医疗服务的角色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积极掌握后续追踪，真正落实筛检的功能。行动医疗车2阶段的出勤完毕，陈君博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这天早上，他开车前往嘉义县溪口乡，亲自接回一位肺癌确诊病患邱嘉应。52岁的邱嘉应在溪口乡土生土长，继承父业从事蛋类加工超过30年，平常忙于工作，并没有定期健检的习惯。5年前，大林慈院在溪口国小的复合式筛检，邱嘉应意外地发现罹患了肺癌。左边的有0.6。五六天前啊啦，伫迄个大林病院来阮遮溪口国小做复合式筛检，啊就去检查，啊检查查来讲，这种原看来讲无解好。啊，无解好，就讲啊，无解好，看医师看安怎解决，安怎处理，啊，就互相处理啊。伊也有兼去做前两就对啦。无咧，伊也有去先兼两后去做前两啊。因为有大林慈济医院社区医疗部的交通接送与特别门诊，降低了偏乡居民害怕上医院的恐惧，愿意接受正规的医疗。你好，哎，讲真正是小可管，因为你之前检查拢正常，对啊。接受手术与化疗后，邱嘉应身体状况恢复良好。5年多来持续的追踪、固定回诊，透过定期的检查，预防癌症病变突然来袭。那是感觉讲，唔知是这几年年来吼，感觉讲迄个记忆力一直退足紧，安尼吼。啊，唔知是唔是迄种药的副作用，我唔知。来，我甲你看卖。啊，慢慢来啦，开开刀啦，吼。OK， 没问题。谢谢。OK， 我上感动的就是讲，算讲我话足福气的啦。啊，无吼，一般人啊，治疗这种的吼，拢发现的拢是慢。啊，开刀这段时间吼，哦，大林病院遐医护人员足啊照顾，金博啦、惠慈啦，因拢对我真照顾。我
透过这届的机会吼，安感恩啊，安多谢。社区健康筛检服务的第三阶段，就是异常个案追踪。社区医疗部的团队就像是病人的个管师，协助安排回诊与交通，比病患更积极于病情的追踪。抽一次啊血哈，哎，搁验其他的功能，哈，安尼检查起来较完整。所以咱即摆先抽血，啊，即摆抽血完了，做肝的超音波。啊，肝白有啥物较唔通食？香油的啊，香油我卖食。香油的肥猪肉，伊怪卖食。我不爱食肥猪肉，安怎讲？阿卖食。那我们就跟我们这边的医师啊，先约好时间，然后先排好。那也请医师先准备好这段时间，那我们就去再他们回来，让他们再一次就能够解决他们相关的确诊跟治疗的问题，就第三阶段筛检。没有出勤任务的时间，陈君博与团队同仁又忙着联络卫生机构，准备下一个三阶段筛检工作的安排。早上礼拜三应该，礼拜四应该是会没有问题。礼拜三、礼拜四应该会还好，因为礼拜四其实还有那个。尽管这份工作经常需要奔走偏乡、假日上班，但是每每想起大学工位课堂老师的提醒，总是让他找回那份坚持的初衷。其实我们以前工位的老师都跟我们讲，医师啊，再怎么厉害，他一次也只能救一个人嘛。如果说去能够规划一些好的一些计划，你可能一次就可以救一大票人这样子。而社区医疗部的大家长林明南，忙完了早上的看诊，偶尔会停留下来看看墙上病人写给医生的文字，不禁让他心中充满了偏乡医疗的责任与使命。所以我们到偏乡去，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早期经由我们的筛检，还有经由我们的解说，那经由我们的转介，能够让这些需要早一点去治疗的民众能够早期获得适当的治疗。大林慈济医院体恤乡亲，打造了这台大爱行动医疗车，与地方政府一起为云嘉地区乡亲的健康把关。从村落定点筛检、报告发送卫教，到异常追踪治疗三个阶段，免除了长者就医的恐惧与不便，更弥补偏乡医疗的缺乏。医疗车像是健康导航者，为乡亲们开出一条条的健康大道。